五岁被拐卖，27年后亲手将拐卖自己的人送上法庭，这是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当事人杨优花对自己被拐人生迄今为止最大的安慰。10月25号，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案件宣判前夕，杨优花接受中新社记者的专访，讲述了被拐经历。余华英他是当时住在我们家旁边，是一家三口的样子住在那里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姐姐上学，所以她女儿跟我玩的比较多。在有一天的时候，她女儿就把我叫到他们屋里面去了。其实她屋里面那次去的时候不是第一次去，因为之前她女儿找我换玩具的时候我们去过几次，然后这次去的时候我进门我是第一次面对她妈妈。他从床上直接站起来，他就问我，你想问我想不想吃什么。当时我还停顿了一会儿，因为停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要什么。后来我给他说我想要一副织毛衣的签子。第二天的时候他女儿来我们屋里面喊的我，喊完我之后我出门的时候他们两口子已经在我们家门口了，然后就说带我去买织毛衣的签子。往下走的时候我姐也跟在后面，然后当时我记得是姐姐是他说他也要去，后来人贩子当时说的是你在家等着我回来给你带，我也给姐姐说回来我给你带，他要带走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姐姐就不让我去了，所以这段记忆比较清晰，就是姐姐说了不让妹妹去，然后我扭头给姐姐说啊，等我回来给你带，后来我就跟着他走了。1995年秋天，杨优花被人贩子余华英从贵阳拐卖到了河北邯郸，从那天起他失去了自己的姓名，也失去了曾经的生活。和人贩子余华英相处的日子，每一个细节杨优花都记忆犹新。然后从火车站他把我拉到一个柱子后面去，把我原本的衣服给我换掉了，换了两条烂的美体裤跟一个特别薄特别薄的细线毛衣。冷吗？冷，当时在贵州的时候没有觉得冷，然后到河北之后是特别冷。他把我拉着到了一个到处都是塑料袋的那种垃圾堆旁边，是在那个大棚子后面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没记得有垃圾桶，到处都是塑料袋，特别脏，他就让我可以上厕所了。然后我站着没有动，没动的时候他一看我裤子湿了，他一脚把我踹到地上。他当时踹我第一脚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疼，但是我已经趴到地上了。后来他连续踹了我好几脚，为什么会记得好几脚，是因为他踹我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地上了，他再接着踹的时候我的手搓到地了，然后搓的是手是比较疼，身上没有感觉。后来我是记得他是从抓着我前面的头发，因为我没有刘海，我是扎了一个马尾，他是抓着我前面的头发把我揪起来的，那是我对他最恐惧的一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很烦躁，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卖不出去，所以在后面的时候我头很脏，他在给我洗头的时候拿那个没有兑过凉水的暖壶里面的水直接浇在了我头上，那不是100%的开水，但是一定是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头皮疼，我在院子里面跳。在河北省邯郸市姚寨村，人贩子余华英拎着瘦小的杨优花在各种售卖价格区间徘徊，一直到1996年1月27号，在中间人反复强调杨优花是父母不要的之后，一名老太太以2500元的价格买下了她，给自己的聋哑儿子做养女，杨优花也有了新的名字李素燕。在丢失不到2年的时间里，杨优花的爸爸因为长期酗酒导致胃出血去世，妈妈也郁郁而终，姐姐不到12岁的年纪就成了孤儿。2021年5月，杨优花在河北报案。2022年6月，贵阳警方立案，立案24天后，余华英被抓到。这么多年来，杨优花一直辗转在河北、贵州两地。虽然小学就辍学，但是他通过在网络上自学，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储备，希望帮助到更多的被拐家庭。第一呢，因为它是一个热点案件，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寻亲群体，因为还有很多家庭并没有得到团聚。第二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我身上看到，找到家之后不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鼓励更多的不敢站出来的孩子，鼓励他们主动站出来，因为丢失孩子的父母，他们99%是踩过血的，而被拐的儿童怀疑自己不是原生家庭的孩子，他们还不是说都敢站出来，可能站出来的不到20%。
从报案到立案，再到如今重审一审宣判，杨妞花坦言自己的心境也在不断变化。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仇恨，我只想为我的父母讨公道，我也不知道他能判成什么样，我只想让法律制裁他，不管几年，总之我要让他坐牢，这是我的想法。到后面又查出来那么多儿童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有些事儿可能我着急，我更希望他赶紧判，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他留着能查出更多儿童，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再到后面，在几次开庭之后又到发回重审，我突然又发现他完全不会交代其他儿童。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既然留着他没用，就应该用他来震慑其他人贩子。在杨妞花看来，随着技术不断更新发展，许多被拐家庭都寻亲成功，他也鼓励被拐的孩子勇敢站出来，给自己或者亲生父母一个希望。因为现在不只是说网络，警力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还有技术的进步，所以现在找回来孩子几率非常大。所以我现在我就想让更多的家庭看到，看到我们是有希望的。我希望这些父母能多活两天，等到他们的孩子，不要像我一样回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我每次回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周围全是你的亲人，唯独没有你的父母。无论他多热闹，等到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家庭，唯独你的家里面是没有人的。而且你回到家之后，你们原有的那些房子东西都完全不属于你们了，甚至我们回家认亲的时候，我都要告诉媒体老师说，不要问我太敏感的话题，我不能在别人家哭，但是明明是我家呀，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在，我需要考虑这些吗？而且我拼命的找，我找这么多年的，我为了找谁？我不是为了找我父母吗？